有问题，请他们把我抬走。我现在要暂时坐在这里冷静一下 ，OK？ 他们有问题，找人来把我抬走，好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人少，就没有这个第五个机会，就是因为我们人少。所以你们中国好声音是选人多人少的，不是？对，是凭人多，是凭人多就会有第二次机会。唱歌的，不是选，不是选唱，对，原来如此。他88那个哈，88.3，你们最低分的是73。那个人可以再比一次，我的88.3的不可以。你找一个人来解释给我听这个游戏规则。谢谢。对了，所以我们现场还有别的录制，然后我们现场谢谢老师。可以了。来，导播老师，我们后面准备拍摄空镜。但是你们也做了，对，牛龙这边做。我们是不是不要放在这里 ？Let me, please, let me。就是想让这些人放在这里，不要说，我们这个是不能放在这里。不行。当然，你们会所有都剪掉。当然，你们什么都会剪掉了。我说的是事实，你们当然都会剪掉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个叫做不公平。走了。不要碰我，不要碰我，别人都不要碰我。就现在就是，等等，好，大家都让我冷静，好不好？刚刚把我的学员要赶走，为什么？